人呢？我曾听闻王国覆灭，终归无闻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他们想看我的卷轴，那就是他们的。 这小城，无人可信，尤其是那些急切于力量的人。看他换不换？我可以告诉你卷轴上写了什么，但之后我就得把你抹除干净。 可给强强二了，上线有点迟了。我没时间对付这个。知识才是真正的武器。不就要死了吧？ 我每跑一里地，就有一枚符文入手，那我早就不用跑了。我当然在乎这些坏人。不等我先 EW 再 Q 啊。 完毕，这就会，谢谢。
切结束的那一天。好，目标。又他妈的！符佑或是诅咒，又有什么？他们老是不长记性。他喵的，队友又在送啊！没人配得上我的职责，就连我自己也。先等等，老马是有些事情。回家吧。我操你他喵的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吧，快过去吃钱。好极了，要背的东西又多了一些。吃波大限让你，我们这打野他妈七连跪。七连跪啊！哎，炮车线他不吃啊！有些岩石还是不要搬弄为好。我刚塔皮好像没吃到哎。这万豪出从刃啊！这万豪出穿甲是什么鬼啊？是意志串联起了这个世界。妈的，这对面他妈三个 AP 伤害。我过去看一眼。哦，我随便。啊，我们的 AD 呢？我靠，你们能再差一点吗？大好时光全被死亡浪费了。我操，我 TP 还没好。怎么回事呀？前世界的炉火，他们早已经忘记了。退！千般又简便，我的旅行向来如此。
真头疼。没时间闲聊。我希望自己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。想念什么吗？休息。队友都不好打呀，标记一下。我还记得曾经肩头上只扛着一个世界而已。啊，一打二啊！应该踢下路的，操！在那儿，最后的机会。还行。他要出什么？出幽梦吗？幽梦是这么合的吗？我根本懒得在乎。这一切都会变得非常。我背着的是什么？与你何干？不是，这你能拉不到的呀。给队友跳，想杀我？你们还愣了点，我这把直接出女妖，我第三件直接出女妖，看你们怎么杀我。不要留恋于历史，快跑起来！喜欢选 AP 多的阵容，喜欢选多 AP 阵容，那你就准备好被恶心吧。光一个水银靴其实就够恶心的，只是我不喜欢出水银靴。少了一块绊脚石。我把毁灭了我们，
但也许他能拯救我。符文决定了我的路。差两个眼50块，我靠，爽！啊！16分钟补个黑暗封印，兄弟，你七连跪真的是有道理的。你这七连跪有道理的呀。这16分钟了，你补个黑暗封印干嘛？哎呀，我刚应该交 TP 的，我操，切出去聊天去了。这给他拆个塔，这好难受啊。靠！队友怕什么？阴暗的角落要亮起来。你一无所有，该回去反思一下我的学道。你不来恶心我就算了，不好杀他，他有位移。这好沉呐！这艾克，妈的，你也太贪了！不是你这点血，你还要贪？哎呦我操，他在这里守着，自己去送塔吧。哦，几分钟。哦，啊，瑞兹这英雄真的他妈不加强一下真玩不了，同水平你去跟人家玩就是。不会真让他叠起来了吧？
啊，跟我站路啊，金克斯。操了！一键喊话，等会儿调一下。我的战斗就是为了他们不必战斗。你又要送他呀，你又要送他呀啊，小艾克，这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一切化为乌有，不过一瞬。我的故事嘛，一讲起来就不知要多少年岁。悄悄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。队友要死喽，有人送喽。都是我们多活了一日的证明。扩张吧。就这？就这？还要守我？Enemy triple kill。能量之海又有了一位新客人。走吧，我回家直接帽子吧。收集符文的片刻。我操！全款帽子。靠门眼，说实话，这种都很危险。连探草，他们想看我的卷轴，那就是他们的临终读物。文化师必须一直奔走，集合起来。又扫出了一个，怎么还有个盾啊？他也有大天使。死啦死啦，我就知道。啊！这么凶，这些人！
以告诉你卷轴上写了什么，但之后那就得把你拖出来。1123。三路三路，好闪，弹994，他们老是不长记性。哇，这么凶！那时快一点还是那个快一点？我们再来一次，这一次好好来。机器人儿。